兄弟们，卡不卡？我现在用的是无线网，我现在用的是无线网，不卡就好。找到了无线网。BROAD 可以移动，可以移动。让我试试。我可以移动，可以移动。一般 WiFi 的范围射程是多少？一般无线网的射程是多少？啊？蜂窝数据。卡不卡，兄弟们？卡不卡？卡不卡？不能移动。
想吃点东西。我今天设计第一个。哎，我这妈的妈呀！不是站岗啊，没有网。兄弟们，没有网啊，怎么办？我移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试一下，我往前移动，移动到哪里吗？我试一下，移动到哪里就没有网了。我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用的网是在斜对面的这个网，但是我问地里面店员，店员为什么说没有啊？你看，现在网特别好。我在家等你来。啊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对对对，就这里。对，站这里就行了。晚上好，兄弟们，晚上好。现在我是免费上网的啊，我现在是免费上网的啊。我今天上网又充值充了200块，我上网充值又充了200块，是吧？我上网充值又充了200块。这边是你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受到人们尊？怎么才能受到人们尊敬呢？怎么才能受你尊敬呢？狄仁兄啊，今天又是唱歌又是搭讪的，疯狂搭讪，而且雨天不停的帮别人那个打那个搭讪。哎，这个 WiFi 真的好呀，你看满格的网啊。我就在这边，兄弟们，我就在这边了啊！
单线哪个调你啊？单线哪个？早就要过微信了，今天已经加了一个了，还帮女孩打车呢，还帮女孩打车呢。这里是波兰街。波兰街的夜晚，这里算是波兰街的夜晚。但是如果有一个椅子给我坐一下就好了。哎，这里可以坐。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。不行，这里还是不能坐。在湾仔呀，江一哥，我前面的尖沙咀那个还有在哪些地方充电话费哦？又充了200啊！懂不懂？但是心里有数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要充100，我充了多少电话费啊？不停的在充，不停的在充啊！真的是不停的在充啊！难道现在又要充了？啊？难道又要充了？让我看看，我充了一个100的手机充值，这边，让我再看看，今天用了多少？大家老板们也可以帮我转一点，是不是？大家老板们也可以帮我转一点。手机充值，今天手机充值充了300。感谢 Feel 赠送的玛雅秘藏，感谢感谢。站一会儿，站一会儿，抽根烟。啊，不是，点个蚊香。不是，我还是到角落里面，到角落里面，不然太傻逼了。站到角落里面。
下啊，没有。今天晚上想吃晚饭了。刚刚有个街市，还有什么街市吗？搞猫啊！别搞没，今天可以其他地方呀，他就要把。尖沙咀，要不我回尖沙咀？尖沙咀的那条街叫广东道，香港的夜景真美啊。不是，我现在是看看附近有没有饭店离得近一点的，我不能离得远，我现在不能离得远，过去没有流量没关系，再搜索 WiFi， 再搜索无线网呀。哎，有地方吃了，那边四宝食堂，去食堂看看会不会网就不够灵了啊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我应该都是咖啡厅的。我来之前，我不是说过？我要先到哪里省钱的？我买叉烧包怎么都一直在用钱着？应该买叉烧包，对不对？然后到咖啡厅，到咖啡厅。上午到咖啡厅，海边。晚上是到波兰街，兰桂坊，对。对，我是不是说过的？我怎么打破了计划？上午到咖啡厅、酒店、咖啡厅，对吧？晚上是到兰桂坊，这酒吧清吧一条街，这男男女女之类的。
哎，这些都是直播设备啊，是不是啊？旺角广场。那这一看就是广州一带的人的长相，是不是？离开这里就没网，真的尴尬。兄弟们，我往前走了啊！如果没有网的话，如果没有网，断掉以后我再连别的地方的 WiFi 啊。我其实是想到那个食堂去。哎，就在这边吃饭吧。没网没网，过去就卡了，过去就卡了呀。找到星爷就有的吃了呀。
等一下，我在想办法。首先要解决网络的问题。你看我下午播的不错的，上直到上次早上播的也不错的。南桂坊有 WiFi 的。南桂坊有 WiFi 的。手机搜索一下还有哪里有网，就满格的那种。都是上锁的，都是上锁的。
村附近只有一个。不要瞎刷屏。过去就会断网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维多利亚港，我要去维多利亚港的呀。大哥，等等。感谢学生们，感谢学生们啊、哦！谢谢学生们，谢谢荧光棒。找个日料店吃吃也挺好。大家帮我想想办法，怎么办？要不我自己玩了，要不我自己去玩。我去维多利亚港，不直播了，就自己去看看。我不是来旅游的，是什么？我搭过山了，我搭过山了。7:01，维多利亚港是。哎，维多利亚港不坐摩天轮的话，也能看夜景的，对吧？是不是也能看夜景？等一下吧。